娘亲，小耳朵冰冷。小耳官，娘亲抱紧一点就不冷了。有没有人？快来人啊！来人啊！小王子病了，太医，快叫太医啊！娘亲，小耳，娘亲在，娘亲在呢，不怕啊！娘亲，小耳一直想着快些长高长大，保护娘亲，让娘亲衣食无忧，让娘亲不受欺负。可是小耳等不到那一天了，娘亲下辈子小耳把人拉出去。小儿，小儿，春喜，找个好地方好好安葬小皇子。是娘娘。你们放开我，小儿。三姐，人死不能复生，看开一点。顾学生现在没有力气再跟你斗。滚。三姐，你相信因果报应吗？我的顾南已死得有多痛，你们就要付出比他十倍百倍的痛。你皇上冤枉呀，父亲他绝无造反之意，我们是冤枉的呀。贵妃娘娘到。